你唱来之后会。最后一首歌了，心情很悠哉，很都兰，明明是铁花、哦、那你去都兰呢、啊？哎，什么？我要唱最后一首歌，要刚刚献给 J， 然后还有一个很需要力量的，然后心情很开心的，最后一首歌要让大家开心的离开铁花村，然后把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感受都变成是一个很美丽的句点，好不好？叫做一条日光的大道，台东才是最大的阳光城市。Uncle， 每个人要加钱25块。有 Uncle 吗？永隆有吗？啊，好，你们需要还有一个，就是带他这个几个，没关系，你先讲。
大家就是要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哪里有在周末的时候还要听一些悲歌，对不对？虽然我很擅长唱悲歌，那我们唱嗨歌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好，我们再一次掌声给永隆。好，谢谢。唯一的咯，不然我等一下要唱悲歌咯，等一下你们会带着悲伤的心情回去哦。那你们要给我拍手啦。我要唱一条台语歌啦，就要讲我啦，这歌是山顶的乌狗兄啦，哦，好不？山顶一个乌狗兄，伊是无丈的少爷，后十到暗真打拼，无丈开阔开山边，水连天拢的歌声，后日歌声了袂。到底人听有雷劈有雷有雷劈再来都来吼抓紧起来哦给晚安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再掌声给陈永隆，谢谢各位来到铁花村。铁花村明天还是有正常营业哈，那祝各位周末愉快，那就赶快回去游嘞游嘞了。
好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走路可以边喝边吐，啊，不要为难警察哈。OK， 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